Yes!老雷！啊！气！能把你煮一吧？我煮一下，快点！谁要死呢？死丫头！大家好，我是老雷，今天我们做一个麻辣猪蹄儿。注意吧，清醒点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雷，今天我们做一个麻辣猪尾。看，好多的猪尾，这多少钱呢？这是13斤，40块钱一斤。哎呀，100多块钱的嘛。哟。你粘呀，猪尾巴里面得多少头猪呢？起锅烧水，放入猪尾，放入葱姜，再来点高度白酒。呀，老雷，我的飞天，飞天！撇去浮沫，这个要多煮一下，把它煮透。哇，这个飞天的味道真香啊！这就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咱们捞出洗净待用。哇，好多！起锅烧油，油热放入大葱、姜片、大蒜、八角，放入干辣椒，少来点辣椒啊！哎，放入咱们的麻辣四件套。豆瓣酱、火锅底料、辣妹子，再来一把花椒，放入这些香料，炒香炒出红油之后，放入猪尾，再来两罐啤酒，加入清水。接下来咱们开始调味，鸡粉、味精、胡椒粉、冰糖，再来一勺生抽，咱们接下来小火慢炖2个小时就好了。时间到，开盖儿！哇，再来点小葱节点缀一下。哇，好烫！哇，太好吃了。嗯，太美了。